这是弹一下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非常经典的一首曲子，我弹一下。这样的一首曲子，这个曲子的左手就比较特啊，这个前后半拍，然后中间是一拍的，就当当当当当当这种感觉啊，这种感觉，这切分的切分，然后一小节呢是两拍，每一小节都是一个和弦，然后后面就有一点这个沿线什么的，沿线的话那个被沿过去的不弹那就好了，不弹就好了。和弦的音符的话就很简单，因为这个都是八度的 AM 的话，你就下面一个 A， 上面一个 A， 电 E N C F C， 就这样，这个理解起来很简单是吧？理解起来很简单，但是，这个左手的这种拍子的这个模式没怎么练过，所以这个可能会稍微得练一练啊，适应这个感觉。当然这个模式学会了的话，这个也可以套用在其他的曲子当中啊。那个是大后期吉他课程里面讲的，就是拿着一首曲子可以按很多种不同的弹法玩的啊，那种东西啊。那么我现在开始就弹一下慢镜头的啊，如果有必要的话就看一下啊。反复记号我就不反复了啊，虽然中间有个反复记号。这首曲子呢就示范到这里了。